你好，大家好。All right， 这是你的脑海系列，我是你的谢教练，今天要阵容蓝教头 ，A.K.A. 电胶侠，乌不来啊，橘子。然后我们今天有个新朋友，有看到我们今天特别活泼，是，你也终于摆脱真云了，不是，新货到。我被恭维，然后我们欢迎一下我们新人，自我介绍一下。他是那个韵律舞蹈的教练，对，所以之后这里也会有韵律舞蹈的课程，就是迪斯科，对，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我们是年底要帮球员自主训练嘛，所以我们开始要把我们的节拍回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，现在也蛮合理的、啊，因为我们要跟他们一起跑步，还要跟他们一起训练，我们还是要有基本的那个。说服力的，肌耐力的啊、哦，对了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减一下肥，那我们就正好邀请到姿容大耳教练，是，还有曾宇帮我们减肥啦，但还有哈佛教练，因为哈佛教练现在在其他地方，对，他们之后的肌力可能就会找哈佛教练来处理，没错。那我们今天的课题是什么？对，今天的课题，我们因为最近那个塔巴塔很红嘛，哦，各位记得按赞、分享加开启小铃铛哦，哦。记得啊，我的真影不来了哦，真影不来了哦，真影不真有了，真影不来没关系，我还有新的姿容。最近网络上出现了很多渣男，专门欺骗女孩子的感情。好、啊，那我们今天就是塔巴塔嘛，对塔巴塔，因为这对那个他们想要跟球员训练的时候需要有基本的肌耐力啊，所以我就把我们球队平常在做训练的一个训练课程就拿出来。用一下我，好、哦，那等一下我们就来看一下他能不能撑过去。对啊，那在解封之前，大家也可以就是照着玩一下。对对对，你们如果可以连我们都做得起来的，还有谁做不起来？好、啊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。好、哦、啊，对，我们先量体重。好，我们欢迎宇智站上我们的那个台金秤，这么赤裸裸的吗？112.6公斤啊，112.6啊，没吧？换教练，对，一样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啊，有没有？就是为了这个数字，顺的哦，有没有？为了这个数字，我努力那么久 ，OK 嘛？124，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没有人看得出来吗？教练，你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嘛？你腰在哪？这里啊。好伤人哦。哎呦！跟女生这么近距离接触，我觉得这个等下观众会生气，我觉得还是我来好了。这个只有我们会员才有分享的，你只要来的时候，我们老师自动老师都会先帮你量那个腰围。109 ，OK 啦。118.5。不行，然后怎么样？你是有那个福利，我没有啊。不开心了哦。不要躲在后面。哦、屁股那么翘，双脚并拢，与肩同宽是这样。双脚并拢就并拢，还与肩同宽。与肩同宽。320。那我们家可以做核心。可以，我没有问题，核心我超强。第二 round 的时候，我都背着我老婆做核心。我嘘。好了，跳了，跳了是不是？你是出去左转，跳了是不是？对，是这个跳了。可以，各位 ，Get ready， 好，准备了哦。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垫两步之后，左右压腿，垫两步。3, 2, 1 ，Go， 垫两步，压，垫两步，压，嘿，再来，啊，持续20秒，每一个动作都是20秒，不可以偷懒哦。3, 2。好 ，OK。第二个动作，垫两步之后，双脚打开，双手碰地哦。哦 ，OK， 没问题。Hey, go。别、yeah ，身体要打直哦，不要弯腰。然后你的手打直碰到地，一样是垫两步。3, 2, 1 OK。
第三个动作，有点漂亮的动作，垫两步之后，我们手放在胸前这边，后退，来，嘿 ，Go， 一、二、三，二、三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二、三、五、二、六、二、一、二、三、二、三、六、二。二十个，再来，弓箭步的后交叉哦，可以啊，弓箭步，后交叉 ，OK， Go， 一，换脚，再来，这个应该是比较轻松啦哦，让大家缓和一下，三，All right， 下一个动作比较难一点哦。蹲下之后跳起来，双手双脚要打开哦。OK， 预备 ，Go， 加油！要死我 ！Yahoo！ 没有停哦。Yahoo！ 下一个动作是蹦一跳，起来跳两下，手举高。Go！ 可以，可以。呜呼！小碎步，快结束了，小碎步会吧？没有停哦。Hey go， 脚步听使唤了没有？还可以卡，还在给你跳哦，不能停，快结束了，哎 ，Go， 抬高，抬高 ，All right，Two， 这还是刀而已啊！可以啊。